超有意思的文物表情包，快来看看你喜欢哪一款。表示开心发什么？东汉击鼓说唱陶俑最合适。只见他手舞足蹈，动作夸张，神态诙谐，笑容憨态可掬。我们仿佛看到了汉朝的排忧正在说唱的场景，听到阵阵的笑声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开心。不愧是汉代第一俑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大受震撼。用什么文物表情？那必须是新石器时期的红陶人头壶。人头壶是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林口镇焦村遗址，它的造型古拙，手法简练，但是艺术价值极高。而且它的头微微扬起，带着孩子般的稚气与认真，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。笔芯用什么呢？汉代铜缸灯，一颗大大的心笔给你。铜缸灯的心形管道其实是出烟管，这样在室内点灯既可以没有烟气，还可以减缓灯油的燃烧速度，妥妥的节能减排小利器。比如湖南博物馆的牛形铜缸灯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缸灯，可见西汉贵族对于这种形状的灯那是相当喜爱。铜扭头跪坐人像，在下佩服佩服。这是2021年9月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国宝级文物。你看，铜人跪坐，人体倾斜，双手合十，用来表达在下佩服，是不是正合适呢？而且三星堆还可以组成佩服三连，也是厉害了。不过关于铜人的具体用途，专家们还在研究当中，目前没有定论。东汉铜奔马，我来了表情啊，最佳表情包，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。这匹马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马踏飞燕，你看它矫健精美，做昂首嘶鸣，快马奔驰状，非常有动感美。但是铜奔马之所以是表情包，还因为它的正面和侧面的反差非常大，侧面矫健，正面则有点呆萌。一匹铜奔马贡献了两个表情包，不愧是国宝啊。商代的亚丑月，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，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布屯一号商墓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亚丑月上透雕着人面纹，双目圆睁，嘴角裂开，露出一口牙齿，既可爱又威严。好累，但还是要微笑面对。唐代武士俑给你点赞，不够别急，来个连连赞。别看它历经千年，颜色脱落变得朴素，但是生动的神态，独具特色的盔甲尽显初唐风貌。这组陶俑藏于洛阳博物馆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。要说文物表情包，三星堆那可是经常上新。青铜面具，目瞪口呆，陶珠，愤怒的小鸟，新发现的龟背网格状器物被网友戏称烧烤架。夏天来了，夜市撸串去。还有一件神兽神似小猪佩奇，被网友戏称为吹风机。文物欢乐多，你也来说一说，还有哪些表情包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我是陈坤，关注我，咱们聊点有意思的文物故事。